中路摩擦起来了，先互打一波状态，正面 fly 开了一个大招，可以顶比较久的时间，有点扛不住了。公测再来一传定一，配上一诺伤害，滴滴血，一诺拿到，再找一下拳风，明刀被打了出来，一诺拿到二连击破，无双这个时候经常要被躲回头。第一时间是Fly顶了上去，大招加闪现，顶的有点晚了，闪现拉开了，切下方圆阵，这个时候渲染进场也打出了成功的一个闪现，再配上花园的伤害，渲染倒在里面，Fly扛，看到不下，又拿龙鼻团了，哎，孙策还在绕，哎，花园藏了，哦，这颗雷，可能是个机会，花园已经被打到了残血，小 A 赶紧上去保一下孙策，开船过去撞到两个，敲起来，但是哪里口，陈峰第一人没死，而且花云很好的输入环境，把进场的渲染给带走了。换伞过去，一诺也在切，打出了陈峰的被动之后拿到了锋芒毕露，再看一下正面的战场，花云拉扯一波回伞过去，再看一下无双想要去找一下一诺的位置，但是一诺双杀。 Hello,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It's time for your daily dose of esports honor of kings tournament video highlights. In today's videos, we got some incredible moments from the latest matches between AG versus RW in the lower bracket finals in the King Overlord competition 2024. This video breaks down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he recent matches, showing you what it takes to dominate the arena. Whether you're looking for pro level tips or just want to enjoy the action, then this channel is right for you.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if you want more Honor of Kings highlights, make sure to subscribe and hit that notification bell. Stay tuned, new videos drop daily and you don't want to miss the action. That's 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这场没有宝石流，目前为止，是吧？中了解纳布侠，同时那场比赛也是断掉了当时 阿拉比侠 的6连胜。 那是 BO5。 我看啊，开局哇，陈峰直接闪现，闪现，二技能抬，定身也踩到了，无双过去打了中路一套，还差一刀的伤害补不上了。公孙离来了中路，发现二位要对线不好打的话，他对线没有任何压力。上半图 fly 的蒙恬已经到4了，看小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公孙离现在已经开始吃两线了，然后陈峰刚出的是护甲鞋，这样的话公孙离的经济就会比那个一诺高一点，但上路蒙恬也没什么办法。 两边没人上去的话，对抗两边就是一个平稳的互相打。但是陈峰来了，大招也碰到了，二技能也抬住，渲染直接闪现过去。但是现在伤害也不够的，就看能不能抢一下。而且他看到了宫本在这里，对面不会去换蓝 buff。 对，孙策大招还没好，先看一下正面打起来了。无双拿到了这一条暴君，终于是开了一个大招往后走。就如你所说，得有侧面的一个夹击阵型，但无双已经提前蹲在这儿了，被杨玉环二技能探出来了。摩西盖了一个大招，把陈峰砸到了半血，看一下无双那个进场，大招也挂上了。 但第一时间伤害量是不够的，得往后撤。那这样公孙离在上路继续清一波线，孙策的大招是逼出了一星的一个闪现，要回去守线了。小 A 的一个定身给到也打出了中翼的大招，中路摩擦起来了，先互打一波状态，正面 fly 开了一个大招，可以顶比较久的时间，有点扛不住了。孙策再来一传定一，配上一诺伤害，滴滴血，一诺拿到，再找一下拳风，明刀被打了出来，一诺拿到二连击破，无双这个时候进场要被躲回头，宣。 现在怎么威胁敖影的输出也是个问题，一心给大家框到了什么是要上吗？公孙离第一时间是 fly 顶了上去，大招加闪现，顶的有点晚了，闪现拉开了，切下方圆阵，这个时候渲染进场也打出了成功的一个闪现，再配上花园的伤害，渲染倒在里面 ，fly 扛了非常久，慢慢撤退，感觉能走，被减速了，还行，后边敖影没有跟伤害，怎么十分？ 他需要规避的就是长城什么系的伤害和一诺的一波三虎。哎，敖影大招被逼了，因为这波一诺想要上去打先手消耗，结果导致大招掉了，那这样阿拉比侠要打了。一星大招先框住了中翼，大招时间过了，往后走。fly 的蒙恬也开大了，AG先避阵，但是看孙策的位置。阿拉比侠又拿龙鼻团了，孙策还在绕。哎，花云藏了，哦，这颗雷，可能是个机会，花云已经被打到了残血，小 A 赶紧上去保一下孙策，开船过去撞到两个，敲起来，但是哪里口，陈峰第一人没死，而且花云很好的输入环境，把进场的渲染给带走了。换伞过去，一诺也在切，打出了陈峰的被动之后拿到了锋芒毕露，再看一下正面的战场，花云拉扯一波回伞过去，再看一下无双想要去找一下一诺位置，但是一诺已经反杀了二连击破拿到手，同时长生在侧面。一诺当时大招交了，他有第二个大招了。是的，给他刷了一个。对的。 经济差在拉开，看这个框没框住，哦，一下敖影，现在就只能靠公孙离破局了。一波配合没有打掉点，但是敖影进去一波秒掉了花园一诺。
而且大招大出来了，直接招闪进去，在你打我家沈梦溪的时候，我闪现进去盯住你的公孙离，非常果断。就一整局目前 AG 拿到的七个击杀的一个找机会。今天一上来英诺的状态，这个钱换复活了。嗯，看下半图，暗影之镜放在了下路。哦，公孙离又被炸残了。龙运进来，击退两个三活，打上直接把无双打到半血。再来一个火龙魂，也被秒了呀！一诺这两发太准了，正面一星框了四个，但第一时间没有人能有状态跟。嗯，而且 AG 打得很稳，他保持阵型，没有说进退有度。中路的高地也破了，三高全破，这一波感觉 AG 不准备退，有机会想一波的，先中上把线慢慢拉进来。一诺先打一下 Fly 的状态。快打到半血 了，再跟两火正面一星框两个配合上宫本的一个大招进场，但是一诺用大招全部把 AG 打退了。再看一下蒙恬，这波 fly 找机会找到了一诺，但是差一下，没有后续也能跟上的点了。那就可能是 AG 的一个反手的能力了。正面先要拼龙，渲染传中进去，最后是终于抢到了龙，而且被他渲染一波进场，把幻影第一时间给秒掉了。主 C 倒了，配合上一诺，这个时候大招再吼出了一个吼退的恐惧效果，无双也倒在了里面，终于拿到人头，一诺也拿到了天下无双。成都卫视常委五人俱在，而济南阿拉姆峡仅剩了小 A 辅助一人。零换四的团战，兵线进水晶点掉就可以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拿到第一小局比赛。这个英雄走到宝石，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你油是不是有点缺伤害，你有点大材小用了，作为九级了，马哥过来看谁就打谁了。但是阿拉姆峡先开龙，先动暴君击退到了无双，无双还是把这条龙给逞下来了，但是自己状态很差。嗯，开了一个大招回一口血，然后往赶紧往后撤。哦，这波王昭君的动也很关键啊。哎呀，这波因为看到自家的队友也是在帮他打野提速，对，有人在跟着他嘛，对，所以他们目前的对抗强度还是依旧足够的。阿拉姆峡球变了，不再沉着就执迷于在下路对发育了，而中路也打起来了。大司命交了个大，因为阿拉姆峡对拼发育是铁定对拼不过中期的 AG 的，而且十分钟的龙点一直都是 AG 擅长，找到一波机会，看到大帅再来一枪，十分钟整打掉点，而且冻住了梦奇，看看有没有机会。梦奇交了个大招往后走，小宋上来给了一个行招的减速，对的，互相换闪。哎，欢迎滚上来，渲染找到了机会想要上去，但是 Fly 的一个大招被动了，配合上王者二十的动，渲染也倒了。这波阿拉姆峡打了一不太好手，位置被压了，中塔要给阿拉姆峡在十分钟龙点找的这个机会，对于 AG 来说突然但致命。嗯，花云出手了，他带火特别脆，就直接打残追死，还有后续的陈峰一个拆火。对的，想拿这条黑暗暴君，无双也拿到了，我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的地方被大司命给卡住了，第一时间很难进场。这波应该是 Fly 沟通了队友，我要回去处理裂线了，你们要撤一点。又冻住了，这边打一下状态，但中医非常的硬啊。哦呦，被打到了残血，得坐拳回去。他的画面就是梦奇一个人能扛很久，但现在显然在这个经济情况底下是行不通的。对，这个时候只能看选手的进场机会了。无双线拿到了这一条暗影主宰，很稳啊。AG 先避战，不过杰拉龙虾下路放龙了。弗拉云这把太顺了，所以他在中期完全能打得动 AG 的一个前排。看一下 AG 找机会了，一闪成人直接踢弹，踢到的是一个蔡文姬，蔡文姬闪现拉开了，侧面的位置是击杀掉了无双，先把打野打掉点了，暗影暴君刷了，这样 AG 可以顺势拿了暗影暴君之后解除对面暗影先锋的一个进攻。但是 Fly 这个站位看到的是渲染，正面先看一下龙在慢慢的拉扯，这时候 AG 协防过去再踢了，再打起来打到三个，但自己倒在里面。看一下最后这条龙的归属，终于拿到了，但终于走不掉了，被花园的狄仁杰的位置 Fly 的位置找到了一诺，再包躲黄牌，而且能减速，这样一诺很难走，而且陈峰也是闪现过来给了一个大招盖上，最后一诺倒了。那下路暗影先锋还在，感觉可以尝试着摸一下下路的高地，甚至有机会打一波呀，后续的兵线因为有蔡文姬，要看一下拉皮的选择。蔡文姬直接开大了，先来一枪，打的是火火，保着花云打就行，一技能往前滚，打一下火火的，打到了半血 ，Fly 再进场，非常队友控制，花云拿到人头，大乔也倒了，下路的兵线状态很好，夏洛特复活了，夏洛特复活，二手撕一下冰冻带。
但是这边正面的兵线进去了呀，过去踢了一脚，很难清掉线，长生倒在了里面，再去找一下轩染的位置，斩死无双，拿到人头，中路还有兵线过来打，持续一波慢慢打，梦奇撞进去无功而返，那边可以选择直接点到水晶，让我们恭喜济南 RW 侠。在和就是打团针对一诺是个切入点，无双的镜这个赛季是拿了三把，赢了两把。先看。那么长生来的更快，下路 AG 就是一个三打二，可以先控这个红隼。看小拉皮侠，看这个局能不能抢到？哎，没抢到，被挡。还是 AG 拿到了。大帅这波状态有点差呀。先小走位躲一下去。看一下无双。大帅的位置也不错，闪直接一闪踩过去，大招拉回来，关羽再一劈，海月再拉进去，所有技能交给无双，第一滴血 AG 到手。这控制拉满了呀，大帅所有技能。大帅在这里点这个中医，这中医快掉了。残血塔了，不出意外。哎，先看这波近，大招没有定住，好像飞过头了。他本来想抓机会的，看关羽落了边线，但是他这个大招没有数到，对，那另一边错过了一波机会。AG 就是抓住了这个信息，我逼出了甄姬的闪现，闪换闪。但再看一下中医的位置，藏在中右，大招进场，一拿段拍起来，长直接闪现过去，大招把甄姬给拉走，互相抢地盘，中医塔给直接拔掉了。但是无双的一波进场找到了一诺，一诺边打边撤到后面，但是 Fly 直接一波二十进场把一诺给切掉了。正面的话看一下长生有点难跑，还在被追击狙中了，一枪花园拿到二连击破。这波团阿达姆侠是被下来打团，他第一目标好像是陈峰，从第一把渲染孙策去找了那个人。先看这波暗影主宰是被看一下长生闪现上去拉无双的镜，拉进去了，进在里面，进这里交钱技能，被打团了，大招必须要交出来。但是长生也给了很多，被反杀了，在里面无双反杀掉以后，出来的位置有人蹲，渲染拿到了无双的人头，而且刘邦的大招也交了，没有保住无双了嘛。中医好像看到了进在这里边啊，怎么说怎么动无双来了，大招先手一套扫射打残，逼出了大招，逼出了关羽来了，但是这一次的机会关羽直接然后过来踩了一脚，刘邦只能给一个大招保一下，小 A 只能大闪再去卡一下渲染，但渲染绕了一圈，看这一刀怎么给，拖延时间被 Fly 断了一下马腿，但所有人找的就是进啊，进换位，但是被渲染盯住了这个换位的定落点位置，渲染在盯他的分身，对，一刀直接砍掉下落，是闪现过去追花云啊，花云无处可走了，只能慢慢打，但是打不过一诺，收掉了花云的人头，那甄姬的话也要被包，有点难受了，围追堵截，长生也是闪现过去，所有人都是对位，开始打得更加的激进，一技能只能推时间，看他们的反杀掉，给了一个大招，但渲染还是回头一刀劈掉了陈峰，下路是有兵线的，成都一枪会想要顺势一波，有机会，阿拉姆侠还剩两个人，但是刘邦和墨子很难守这个线啊，看一下 Fly 要交二闪过来清线，线能清掉吗，打残被拉进去了，拉进去，同时大招小 A 拉了回来，兵线还在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二比，但是 AG 这边呢就是掉一个打一个等西施，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去中路打你的梦奇。哎，上半图渲染先打出了成功的一个闪，这是我闪换闪，我看到了陈峰的站位靠前，就包上来了，这个位置陈峰可是没闪的，中翼先跳进去 Fly 交闪加一能走，但是陈峰有点难做圈了，渲染拿到第一滴血，哇这一波非常难打孙元山，孙元山的对位经济现在一诺已经领先四百了，上半夺连续的击飞找到了渲染，渲染倒了，下路长生动先摸暴君，应该是秒了，对，他就是过来威，但是渲染想要绕的时候被陈峰也给卡住了，正面无双吃了一套疾苦，有点扛不住，大招得交，交大了，很痛，上面的位置渲染闪现也交了，看一下孙策 Fly 撞进来撞了一个，中翼的大招也开了起来，给一诺创造了环境，无双倒在了里面，这时候花云也把进场的渲染给切掉了，而且花云的输环境非常好，拿到二连击破，长生也倒，回头 Fly 是倒在了里面，一诺穿线没死，回头一枪操作的，回头一枪花云也倒了，最后配上这个孙尚香打龙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看一下中翼在侧面给到花云一定的威胁，但阿拉皮亚目前的阵型保持得还不错，无双撞进去但是被长生的闪现给躲开了， Fly 再撞进去找到的是后排敲起来，但是没有人能跟，明世隐又奶了一口， Fly 倒了，一诺反杀掉了 Fly， 再看一下正面战场，中翼和渲染直接切了一句，但是花云也在操作，回头这里拉到了花云，拉到了牵引过来，中翼拿到人头，花云倒了，大帅直接闪现过去帮姬小满一起去拆一下梦奇的一个坦度，能追的，而且正面一诺已经在截线了，
是梦琪这里反杀掉了一个姬小满，自己有点走不掉了，只能拖延一些时间。 AG 的点一直在给压力，而且一诺目前是一个满状态啊，中翼当前排掩护就没有打出他们这种打大团的画面啊。这波吼没吼到，船也进去了，又被拉到打柴火。一诺输出环节非常不错，再来一枪把张飞也打残，还能追小满直接过去，二一踹了一脚，小满没办法，只能回头拖延时间掩护花云撤退。但是中翼和轩然这个上演追着花云走，给个加速抬过去，无解啊，不好守啊。他能回家，能拖一些时间，但是 RWP 最快的复活时间还有十秒钟，感觉要被一波呀。无双怎么清这个兵线 ？AG 五人全齐，想要朝着他们败者组决赛的赛点去进发。无双过去想要用力把这兵线清掉，但是直接被控死了。所有人进去 ，fly 船砸进来，控到了三个，但是也被带走。不过他把兵线给清了，用命守住了自己的水晶。但是 AG 这波也破了两座高地，刚才小 A 那个大招空了。而现在占领着优势的 AG 打的则是不急不缓，还想继续打。控制给到过去，一枪把成功给秒了，回头再找小 A， 二连击破拿到手，闪现过去再补一枪，同时水晶也告破，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阵容就是围着这个鲁班父子做的，这团控他非常足。对，因为右边打团可能是四面八方来人啊，张飞各种绕，吃破线难，哪只陈锋站位这么靠前？他想当然觉得这个镜应该是一个小猪开，对，这就是惯性思维。对，不赖，来找了，先直接踢大招也敲上 fly 开疾跑往后撤，但是中翼追得很深，带走了 fly。那这样看一下陈锋安琪拉二技一技能就没有成功，这个差距不断在拉大，上路强打拉回来，大招落点之后配合上安琪拉，再加大招的伤害够了，轩然倒了，陈锋拿到人头，大师出来找保七号这边河道发育吧，这个镜，哦呦，再来一波，陈锋闪现交了，但出圈能追呀。单杀传下来了，甚至他不传的话，张飞这里也有惩。达摩一脚踢接张飞的吼，直接把小 A 的给到了连控致死。这把的团控画面跟紧的阿布侠上一把形成了，哎呦，哎呦，无双关键抢夺。所以阿布侠这里更是要冷静。这里定针给到连控，无双也走掉了，终于拿到了锋芒毕露，完全掌控了局面。再转向小 A， 小 A 交了一个闪现，极限想撤退，但是侧面的话，花园的位置闪现躲了一下，渲染了一波闪现进场，再点链子往回走，来到了塔下逃生了。但是你前排倒了，哎，但是前锋正面要小心，等终于到，看砸他这个大。找机会给一下减速，这个一星大招框的也不错，定身给到了小 A。 进场之后小 A 撕鞋闪现了，开了，反而是中翼在里面被反杀掉了。看一下马超，马超可以再戳，有环境的，先击毙了一下，收掉了大帅。这一波二大不侠的反打做得非常好，成功了技能把中翼定住了，然后去挤中右视野的时候，张飞是直接跳进来准备开团的，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角度能够把花云吼到队友脸上。哎，但下路弗莱德马上被抓了，带线的时候 AG 有意识的去边路找了一波，断了一下 RWP 侠发育的节奏，花云在正面找到机会把线推过去，把中医塔拔掉了，那还不错，都在做事。对于 RWP 侠来讲，打团前就是要把这种位置的视野摸清，尤其是他们已经拿掉了 AG 的中医塔，所以 Fly 有很好的环境可以先把中线过过去。先看红区 AG 的上眼钻过去了，无双过去先吃到了一星大招的控制，顶了一个血魔，在等劲大，再拿这个龙做拉扯，花月往前顶了一下，但是打不到人啊。 Fly 在压身位，但是进去要秒龙，把龙拿了，最后的黑暗暴君是成都 AG 超会拿到的。这里和进过了一波手之后，小 A 在蓝区正好撞到了三 个，大招框到了三个过去，大帅在大招一吼先吼死了小 A。 再看一下轩染在侧面的一波闪现进场，被安琪拉提前躲开了，但是侧面花云的位置也被盯住了，一诺直接跟花云一起对着扫，但是自己倒掉了，花云闪现拉开了 Fly， 这时候进场看能不能找机会收割，再来一枪有机，哎呦，单杀还有大还能操作，神出鬼没，开下 Fly 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环境先拉扯，但是 AG 剩下的人包过来了，那 RWP 必须要往后撤了。1A 秒了，那刚才那波 RWP 打赢的团战有人数上优势，并没有能够把外边剩的这个暗影主宰拿下来。是的，秒了什么技能都放不出来。
正面蒙亚伤害也很高，无双这里有点顶不住，下路高地掉了。强势，这个血染绕了一波大圈，在对面的视野盲区，这条龙也被 AG 拿了，这位置跑不掉。这是一个前后夹击的阵型，行装先给到减速，打一下无双一星大招，把这个战场完全分割开了。无双顶了一口血魔，但是 AG 这边一诺直接处理掉了他。Fly 的进场，第一声也被盯住了。先拉扯看，看一下后续的位置，一诺反扫，发现整体的阵型拉得有点开，看一下后续进场之后，想要被拉的没拉掉，切掉了花园，花园倒了，拉手了，那再回头小叶被留，血染直接闪现。过去加一个平 A， 把小叶是不是有超级兵的 ？AG 已经派出了两人去干扰 Fly 回家。这是 AG 的赛点局啊！下半图的兵线在慢慢往里推进 ，AG 的上路位置狠狠的钉死了 Fly， 终于拿到了无坚不摧之后，下路的兵线进去团灭掉了其他 M 侠，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晋级2024年 KPL 夏季赛。